帮我看到，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找到户。来，帮你服务一下。是这样的，我的意见是啊，我们不需要盖，刚刚已经在说我们的土地利用太高了啊。那我在想说，是不是有可能我们不是有一个派出所？那说这次不拆，因为使用年限还没有到。然后呢，我们又再盖一个行政区的信义区的行政中心，盖在这一块土地里面。那我在想，有没有可能我们不是要盖捷运吗？那捷运我们可以跟它共构，然后把这两个东西都盖在捷运的共构里面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多一点绿地出来。那让因为大家已经知道已经很拥挤了，大家都一直在讲这个事情。如果我们可以把那两块派出所的地跟行政中心的地，因为我上次听到是分开的建筑嘛，如果我们可以把它盖在这个连共构里面，是不是可以释出一些绿地作为我们的公园？谢谢。谢，后面还有一位李定入李先生，哎，是您登记单，谢谢。毛泽东好，他说。